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！我今日有啲收成啊，呢个系我嘅blackcurrant 啊，系黑加仑子，系啦，桑树啊，应该系，就系呢棵树啦。咁佢啲应该系叫英文叫 blackcurrant 啊。今年呢就叫今年都结得好多啊！呢啲味系好成熟嘅。我头先炸咗一盒呢，就系、黑色嘅。咁我哋佢啲果系咁样嘅。如果黑色呢，嗱，好似呢啲呢，系叫成熟啲咯，即系有啲全黑嘅，嗰啲就好甜嘅，咁如果好酸呢，我哋可以攞嚟做果 jam 啦，系啦，我头先收咗一部分系黑色嘅。其实呢啲都可以做果 jam 嘅，因为咧，如果佢熟咧，佢自己会跌落地嘅，所以咧，其实呢个时候咧，如果你唔想佢跌落地咧，就可以收噶啦。一个唔小心就会咁样收翻嚟，不过唔紧要啦，如果煮果 jam 系。呢、这个就我觉得几好噶，呢棵树咧，呢棵中文应该叫黑加仑子啦，佢又唔使点打理嘅，年年都打好多果仔俾我食嘅，好多谢大家收睇。